是啊，钱真满缺，我们刚收到太子的通知。麻烦了，这女子一来，发现根本不认识我们几个，肯定就得露馅啊！这个好办，等她过来一刀把她宰了不就完了吗？宰什么宰？你把她杀了，咱们还能跑得掉吗？死在哪儿，我也不能死在西夏，我还等着少爷杀他们呢。 早听说这个齐王网罗了一大批割据巫女，这女孩子说不定也是被逼无奈才来到西夏的。名义上是齐王的义女，很有可能是齐王安插在太子身边的眼线。这样，这个女孩她也未必见过齐王手下所有的亲兵，等她来的时候， 我们就以军事机密为由，尽量避免他提出的敏感问题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嗯，这个办法好。